种很害怕的感觉。你还记得当时在上面站了多久吗？站了10分钟。跳下来以后觉得五米台还可怕吗？还害怕。下次还让你去跳五米台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会慢慢克服。你们需要训练他们的就是这种可能是勇气吧，对于他们来说克服这些困难也是运动员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品质吧。Thank you.